曾学亦只可以面对。各位乘客，欢迎乘搭在渝沙巴士公司37线，本班车都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车，祝旅途愉快。下一站是行人路。The next stop is Chen Yuan Road. 下一站是松仁路。下一站是飞升思想稿。The next stop is Chen Chen Fire Station.如果可将光阴都扭转，我未怕输。如果可分享当初恩怨，也未怕有一次失恋。宏愿是大用，这样细，再与你也疲倦。流星假使比哭声深远，我笑着去许愿。下一站是中堤湾畔。The next stop is Golden Crescent。下一站是双子湾畔。下一站是东涌缆车站。The next stop is Tong Tong Cable Car Terminal。下一站是。东涌缆车站，下一站是东涌市中心。The next stop is Tong Tong Town Center。下一站是东涌市中心。The next stop is Fudong Shopping Center. 下一站是富东商场。如果等到的只得幽怨，也是我心愿。如果可将光阴都扭转，我未怕输。下一站是东堤湾畔。下一站是东涌新发展码头。The next stop is Beijing Crescent. 下一站是海堤湾畔。下一站是蓝天海岸。The next stop is Coastal Skyline. 下一站是蓝天海岸。The next stop is Yutong Road Flyover. 下一站是弥丰路天桥。
新一个我昂然下一站是影猫园第二期心的第一集是看电视最迟下一站是雾湾人第二期下一站是影猫园The next step is Caribbean Coast. Hello, 下一站是雾湾人。到达影湾园，请各位乘客落车，多谢乘搭三十七线。